一种比较清新的感受，想象身处在辽阔的原野之上，旷野的香气会让人放松下来，释放压力。旷野的整个系列我也都非常喜欢，今天喷的是淡香氛这款，有一点清新的木香调。我一般会喷在衣服上，这样可以持续的留香，出差呢也会带着随时使用。补充装设计的非常精妙，不仅有炫酷的外观，使用上非常好操作，很快捷。迪奥这次推出的可持续发展里面的产品，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环保，也希望大家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例如出门随手关灯、自带水杯等等，为环保助力。